女团 Brave Girls 于2011年出道，2021年以 Rolling 逆行爆红。不过今年2月，他们与 Brave 娱乐合约到期，不再续约，之后四人转跟南韩华纳音乐签约，并改名为 BB Girls 重新出发，更宣布即将在夏季发行全新专辑回归。今日 BB Girls 官方终于公开了全门的全新海报，只见四人都摆出酷帅姿态，展现不同以往的霸气魅力。而过去都以夏日清爽风格先胜他们，在这转变为更加成熟的氛围，让粉丝们都大赞不已。另外 BB Girls 也公开了全新的团体 logo 影片，众人都相当期待他们这次回归将会带来什么样的风格和曲风啊。